个吃火锅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要吃团圆饭？因为对过年谁会回来？叔叔或者是阿姨或者是阿姐都会回来，对不对？就是哎对，还有你的堂哥啊或者是表哥他们都回来，对不对？跟你们一起吃饭，晚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会跟你们一起那个吃团圆饭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问你们哦，过年可不可以乱讲话？要，是不是要讲好话？可不可以这边乱骂人家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要笑嘻嘻的。对，可不可以？你臭臭的。不可以。还有没有人过年会捣蛋？没那个惹妈妈生气的有没有？会不会？没有，过年不要惹妈妈生气哦，不然你如果被妈妈修理啊，很难看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过年啊，你啊不可以惹妈妈生气哈，看是谁哦哈。好，我们是什么时候会放假？过年。啊？过年。好，我们读到明天，然后我就开始放春节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那个过年的时候会收到什么东西？可是啊，我们学校也有人要送红包给你们呢。园长。好，可是啊，园长送给你红包，你要讲什么？请问你红包是用只手拿还是两只手？两只手。怎么拿？这样。怎么拿？这样。这样。好，来，假如我是园长，要拿给那个龙平老师。好。两只手。然后他讲吉祥话，不可以说拿着就走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吃？不可以吃。
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来，这个它的什么是它的名称？芹菜，芹菜。芹菜头。白萝卜，白萝卜的那个吉祥话是。请问好运旺旺来的那个水果是什么？
的好运旺旺的水果。嗯，凤梨，大声点。嗯，好，好运旺旺的那个水果是不是凤梨？对。来，拍拍手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的东西熟了没？好，来了咯，好了。
转过来。我要去。别看美心。好，来，那个布林会收到什么？
一，还没，三，好，这里比较快，好，来，刚刚老师有讲到四个吉祥话，你讲出其中一个，平平安安不能讲哦，大吉大利这些都不能讲哦，好，讲一个。不是啊，刚刚我有说啊，有四种啊，都是个吉祥话。财富旺旺的。吉祥如意。好，他们有对，有好，接下来吉祥如意。Yeah.